这三步的脚法。第一步是从脚掌到拳脚，第二步是脚趾支撑，最后一步还是脚掌到拳脚结束。反面也是一样的，第一步脚掌到拳脚，第二步脚趾，最后一步脚掌到拳脚完成。然后第一步我们是向右走的前进步，然后当我的脚在向右走前进步，并且完成刚刚的从脚掌到拳脚的脚法，然后再加上配合上我们的身体持续向右转的力量，就会形成一个拉丁交叉的位置，就是我们Samba里面或者叉叉里面会有一个拉丁交叉的位置，我们的重心是在右脚的前脚掌上，后腿膝盖要在前腿的内侧交叉进去，这个位置是由我们的第一步向右的前进和身体持续向右转的力量形成的。然后第二步，我的身体持续向右旋转不停，然后我的左脚是打旁，在主力腿的旁边，脚趾支撑。有一瞬间，我的重量，我的重心会经过左脚的脚趾，然后最后一步再回到右脚上。那么同时，我的身体没有停止我的方向，还在继续的旋转。那么最后一步又会回到拉丁交叉的位置上。说一下常见问题，我为大家去做一下，看看大家能不能发现问题。走 1, 2, 3, 4。 那么在我们传这个动作的时候，这样去做会感觉到很刻意，转身的时候没有像我们刚刚所说的要让我们的身体干嘛呢，提前启动啊，而且当我们如果像刚刚那样快速的转动胯转动肩同时到位的话，我们会形成一个平面的一个状态，就是平行了，这是我们不希望发生的。那么还是希望我们的肩可以在我们走之前提前发生转动。 OK， 当你提前发生转动的时候，然后再去引导我们的动力脚完成前进。所以我们这一步更科学一点来讲是向右转的前进步伐。所以说当我们向右转再做前进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形成一个什么啊？就像刚才新闻老师所说的一个标准的拉丁交叉的这个位置。那么如果你没有提前转上身，而同时你会发现我们只是好像貌似坠落下来跪在了这个位置上啊，这个是希望大家要去注意到的。